高一点，然后这边就翻，对，然后这样才会有一个弧上去。你一定要高过天际线。OK， 各位，我现在人在文山区的一间国小。那今天会来这边是一个很特别的目的地，就是因为这边有一个老师啊，邀请我过来这边做投篮的练习。然后我后面呢、啊，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机器，就是自动的发球机。然后我等下就会体验给大家看看。然后并且请老师带我去练习一下，好吗 ？OK， 那我先热身一下。因为现在这个机器针对的是投篮的修正，所以它这个投篮机的问题就在这里。这边有个天际线，篮筐是305公分，那你的高度很多都会打挺，有没有？都打到那个框的后面。其实真正投篮的时候，是要先碰框再碰框。先碰框再碰框。我投出去的时候，如果我的弧度够高，可是我没有力，是不是先碰到框？对。可是如果我的弧度不够高，我力量够，是不是先碰到板？对。就跟丢棒球一样，力度够才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个球的出口过来的时候，我球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很多人投篮的时候都是站着接球，哦，一定，然后再下来。我知道，因为我自己也是知道说所有动作要从心度开始。所以这就叫做向心发力跟离心发力，所以为什么有人打球打到后面会有跳跃膝的问题？就是因为我的脚的力量不够力，所以这个东西是给一些人去尝试，说我一分钟能投多少颗？对，那跟户外你一分钟能捡多少球？那一个小时我就多投你多少球？那我来吧。我们现在试试，好 ，OK。这个方面的东西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是，我们有分七号球跟六号球，所以六号球是女生在用，所以七号球是我们一般男子组在用的球。对。所以那我们现在就是，我把这个速度调到中阶，好。那中阶以后呢，它一分钟差不多有15颗，所以你要自己调整你的呼吸跟你的节奏去做。好，我先试试看。你先试试看，我也第一次。没关系，大家都第一次，很多人都第一次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来吧，请。嘿。喂。哈哈。没关系，先掉解，你先掉解。那么高的速度。不要越来越后面啊。好。多。我在变成180度的，它可以随着这个氛围180度发球。那我怎么接？你就
走。OK。刚刚第一轮已经投完了，然后我就已经喘成这样。那我现在 round two 有变动的好吗？妈的，我也要动了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超级难！你要跟着他走。这边过来一点。好啦 ，Go。好，好，跟着他走，跟着他走。好，待会我不在这边回来就休息了。来，快，不要快了，快点，小心点，走，干！好，要稳他，来接球，来中间。我们就一个单位一个钟头就好。很多家长也说这个很简单，是超我跟你讲，一般小朋友没有训练这种肌耐力跟核心的训练，来哦，我跟你讲，十分钟就回家睡觉。就连我有平常有在练团的人，这种东西都还没有驾驭，只能驾驭30%，30%真的。所以说，如果你把这机器移走，对不对？你就觉得前面。太空了，怎么投都会进。前面没有东西、啊。我下个月就变 Curry。对。所以，了解。我们今天就是强调我们的投篮训练啊。那我刚刚这样体验下来，真的是太酷了。希望等一下还可以再练个一次，然后应该就会累垮了。OK， 各位，刚刚老师说啊，这个我现在手上这个球、啊、是专门训练投篮用的，然后类似药球。我不知道你们知道药球是什么？就是药球是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，然后它里面重量是2公斤、3公斤那种，然后这个只有1.5公斤，不过它可以让你这样训练，就是模拟投篮的动作，再往上丢，然后再去捡起来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投个2-3次吧，然后你再换成篮球。我现在拿球感觉像乒乓球一样，这样子你看，夸张，超真的是拿起来像乒乓球一样，完全没有重量啊，然后现在用球感觉是。超轻 ，OK， 各位，现在我朋友绿汉啊，台大生，他现在来试验一下，像他平常是不打篮球的人，然后我现在来让他试验看看这个投篮机，好，准备开始吧。哎、欸、嘿，看，我们就差5百。哈哈，好像要死我了。哎，进球，快点，快点。没事，继续专心一点。呜呼呼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，我先给你20个再休息啊。对啊。来，没有最好是哦，来这里去锻炼的哦。3个。来，数出来哦。
天谢谢老师，然后特地邀请我过来训练这个东西。对，然后我刚训练完，真的是觉得投了150颗左右吧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可以用科学的方式，然后训练自己投篮，然后帮助我提升真的超多。对 ，OK。所以通常来讲，你一天可以棒球4篮，对吧 ？OK。对。所以我们会强迫你去做这件事情。OK。所以2个小时终结下来，他可能投800。对。OK， 各位，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准备结束了。我真的很谢谢老师啊。就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私讯我，然后我再帮你们推荐给老师，然后跟他讲一下，说不定你们可以一两个人再过来练习。OK， 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老师。